好家伙，这真是熟能生巧啊！你看这位大哥，用一根尺子外加一根小绳子，好家伙，这么多钉子，3秒钟，就分好了。这真是自古高手在民间啊！好家伙，这条街怎么这么多理发店呢？这么多理发店，这生意能好吗？你看，这还有一个大白天不开门的呢。这个不用看，生意肯定不好。不是我说你们啊，你们是真行。当时打混凝土的时候，就我一个人，现在封顶了，就剩这一个小坑了。你们来这么多人，又是拍照，又是录像的，你们还像话吗？只要马力足够大，过个小坑啊，不用怕。就这小坑啊，我一加油门啊，我都能过去。哎呦，我的个娘呀，老三，你这多少是带着情绪啊？你看看，你这车轱辘都掉了，什么轱辘不轱辘的？只要马力大，没有轱辘啊，我也不怕。走了啊。